Okay.你哪会自责哦？天就得要落红雨啊啦！宋凌峰啊，你实在吼足无良心的，一天到晚嘛吼就怪罪别人啦。就算你要杀人，你嘛会看穿是别人哦逼你的啦。你阿狗替你上牛啦，莫踮阿面头前哦，假可怜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今麦讲啥，你拢袂相信我。阿无安尼好不好？我去找子谦，我去甲子谦回信嘞。我要跪落去求伊原谅我。可是子谦愿意原谅我，那呢？你都帮我说好不好？我今麦就来去找子谦，我今麦来去找子谦。你卖笑想要走啦！你伫云岩寺输甲我签签的，那无我袂放你走。我袂走！我若签了，就等于是甲我的棍拢斩断了。你嘛知影，我是一个无过去的人。我到今嘛，连原本的我是啥我拢唔知影。讲开卖讲有啥物钱啦，我敢若有恁娘，恁是我这世间唯一的亲人。我若是失去你，我啥物都无啊！你叫我是要安怎活落去？你叫我是要安怎活落去？你敢知影你想我有偌凄？当初是因为你可怜，又搁失去基地，唔才甲你留点的林家照顾。结果你变成阮林家上大的恶梦。你把我的心打个水沟沟没有去。不过你伤害米花，伤害子谦，甚至伤害我妈，我无法度接受。我不管我以前是啥，我敢若知影，今仔的我，我是爱你，我爱子谦、子彤，我爱咱这个家，我爱妈妈。你嘛一直拢足爱我，敢毋是？国庆，你讲，你敢讲你，你无爱我？我已经不爱你。查到你咧做一挂伤天害理的代志以后，我全破碎啊！国庆，国庆，咱重新来时候啊，都参照懂你。你给我第二届的人生同款，我的名是恁求的，啊，咱即马做伙来求咱的婚姻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只是想上教会，就是求你一条命。甘愿，当年我都安尼死啊，阿恁都无子孙甲子头安尼。恁
莫阁提囡仔来威胁我，就算你讲到感动天地，咱拢无法度哦，回去过去啊。因为所有的幸福，拢予你亲手毁掉啊！我袂阁予你这个查来毒害阮林家。你给我签！我甲你已经不是阿母啊，以后咱就惨无到水无流。你甘愿？我感觉老话，你嘛要跟我离婚？今嘛吼，你着爱跟我去户政事务所，甲离婚登记手续办办的。你给我起来！子珊，什么代志？我应该，我袂当跟国庆离婚，我袂离开林家。你走，我带你靠你。这样，你有自动出来去。好，我随过去。子彤来跟我聊起啦，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就是许子彤眼皮的本事，他拢打电话给我，讲最近因为相片跟眼皮外流，可能肉收，可能洗头咯，规日是乌油去啊，所以今嘛。替梓潼来赌，梓潼才是上大的受害者。就算这个这件代志，不是这个渣男造成的，啊，不过伊嘛袂当替梓潼出气啊。即马梓潼的状况无稳定，伊搁拄到这个渣男，不知道病情是不是变搁较严重。啊，你有报警无啦？有讲，那是报警，那是无要付钱，咱就冤枉看袂梓潼啊。这不是手机让我看。梓潼会变安尼，拢是伊害。即摆更加对梓潼动手，若是我抓到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伊到底甲梓潼抓去倒位啦？坦率话伫天下丢，可能迄个笨蛇甲梓潼拖入去楼梯间内底，应该是惊无王啦。我想我回去找看麦啊，若有消息马上联络。
的时间啊，人拢还袂到呢。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帮我离开好不好？点点卖差啦！我走，我走了，我袂安怎？真的是讲袂出声来你啊！帅哥，你先较冷静诶！我知影你是不得已，你是红逼个，你才会走投无路做出这款代志。你先放过梓潼，有啥物代志，我会偷偷替你想办法。我跟你讲，你千万别骗我！我无骗你啦。你甲梓潼同款啊！因为这鸦片的代志哦，恁拢是受害者。领导有甲我讲啊，不管你爱啥，还是爱偌济钱，只要你帮过梓潼，伊拢会好你。讲起来，搞拢是假戏。啊，当然嘛是假戏嘞。你趁钱嘛还阁会付，你帮过梓潼，唔通一错再错，做上班都办快错哦。我差一点哦，把你的下刀妈害死啊！我讲，鬼去把伊的拢带走了，无你讲哦，会当我较侪钱，行。我找到梓潼无？无啊，后天楼骹拢吹过啊，无看到人。哎呦，梓潼的状况哦，遐尼啊差啦，啊万一若有死较惨哦，是要安怎？阿妹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找人在找啊。唔管你动用偌济人，开偌济时间，我一定把梓潼兵仔带倒转来。多谢你，